共享，一定会跌倒啊、哦、小书包花儿开，姐姐拉你是太阳公公笑，背起小书包头会晕哦。一幅树木，不可以爬，大爸爸，阿弥陀佛！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这个叫茄冬。你要捡什么给我，小朋友？这什么？这个？那个姨婆教你说要放哪里？忘记了。来，那给我。好多的佛像，所以又称为万佛寺。十二生肖的佛像，带大家看看他们所拿的法器。有看到你们自己的生肖吗？拿什么法器呢？你看它这边的广场好大哦，它还有很多的雕像都还没有摆上。这里有观音菩萨，非常的庄严。这是一个纪念碑。
这是森林雕刻公园新建的纪念碑，这个是台湾省政府办理的乡镇公园计划，是由前任的乡长吴正鹏先生规划，并征得土地所有权人林佑启、张碧毅、一二三等，同意无偿提供土地，感恩所有的这些人提供的土地。这个是三义乡长汤生元在90到90几年二月立的这一个纪念碑。谢谢所有付出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才可以看到今天美丽的风景。谢谢，还有这个美丽的凉亭。今天是11月17号，站在这里，好凉，好舒服哦。这个环境还不错。在这里，这里是佛顶山福德池。阿弥陀佛，谢谢。蛮漂亮的，妈，那笑一个啊，五仙。夜晚就好睡了，啊，你两个早早夜晚就好睡了哈，多跑几圈啊，然后也比较吃得下饭啊。哼哼，要不夜啊都没有跟我夜。夜，心里没有夜，过来夜一下。耶耶！哎，这里这里，再跟着姐姐跑。你还不耶耶耶耶耶，要去找阿嬷了。小心哦，那个要下来要小心。啊耶，嗯，耶、yeah。